3月20日，樊少皇、陈国坤、陈家桓等出席《功夫打出一片天》记者会，活动上介绍了《少年英雄》《军阀年代》《乱世出英雄》等五部武打电影。副角上的小龙陈国坤相当敬业，拄拐杖亮相。TVB 四大处女之一的王君馨在《军阀年代》中裸露上身，上演被强奸的大尺度戏码。樊少皇在新片中有不少感情戏份，印象最深的是和王君馨的草地弹琴戏，笑指不仅要演得浪漫，还要忍受草扎和虫咬的痛苦。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是我们两个人是在一个草地上面，要很温馨的两个人在弹琴，但是那个草地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草扎得很难受，然后我们而且还有很多那种小飞虫啊蚊子啊，然后我们要装的就是很浪漫的感觉。早前樊少皇排除众议，将小三女友贾小晨扶正，相恋以来两人随时随地秀恩爱，引得一众旁人艳羡不已。樊少皇新戏搭档王君馨更上演火辣亲热戏，不知道有没有向女友贾小晨提前报备一下。睇亲热戏有冇同女朋友比下火？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大家都这样。就啱啱过完一个第一次白色情人节，有冇收啲咩礼物特别系？他挺有心的，反正就送了一幅油画给我吧。